袁 Sir， 你入嚟坐低先啦，我做埋少少嘢就得啦。喺疫情期间，学校嘅徒弟班用 Zoom 去上堂。当时我教一啲音乐上比较抽象嘅概念，班上有位领悟力高嘅同学，好快就学得到。呢个就系眼前嘅何文朗。文朗好有潜质，我开始一对一咁样教佢徒弟。但因为文朗家境唔富裕，所以我只会象征式咁样收费。每当我见到一啲充满天分但系家境有困难嘅同学嘅时候咧，个心都会揦住揦住，好唔忍心佢哋嘅潜能被现实嘅经济问题限制住。开始真正欣赏文朗，喺疫情期间有一次我同佢去行山，佢临时起意落水涧捉鱼，佢只系执咗个胶袋就去捉啦。要捉呢啲鱼仔一啲都唔容易，我自己就坐喺岸上面嘅石头去睇住佢。我见佢一直捉唔到，就一直谂办法。又一直改良策略，最后竟然成功捉到。文朗因为种种原因，两年嚟屈就在我车上面上私人堂，但他没受任何的影响，先至两年就已经吹到《赛马》这首歌，达到了入徒弟乐团表演组的标准。要同学仔将来更上层楼，今日一定要把握时间，好好嘅栽培教导，带佢出去扩阔视野。我平时唔开心嘅时候，就最中意拎起支徒弟嚟吹奏，徒弟嘅声音好好听，令我好放松。哎呀，咩事啊？支笔断咗。啊，送呢支笔俾你。多谢。写紧啲咩？我的愿望。你的愿望，咁你个愿望系咩？我暑假嘅时候想去日本参加徒弟节。我好想去日本，呢个将会系我第一次搭飞机。好啊，但是暑假去日本都好贵喎。系啊，所以我会拎晒钱包入边啲钱出嚟噶。咁，但系都好心痛咯。咁又唔会，因为我钱包入边得$70咋。